耳朵怎么红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有吗？公主，你看看，这是什么？烧鸡？这画兽人都是吃素的，你怎么拿到的？这段时间我特地去打点了一下关系，专门给公主弄来的。快吃吧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好，啊，坐。嗯，这就不用了吧？哎呀，没事儿。不用了，公主你自己吃吧。你在化兽饮食一定很不习惯，都吃完了吧？哎呀，李兄，还好有你在，我才不至于在这儿这么惨。还好有我在。嗯，其实这还挺多的，要不然我们俩分一半。我也吃不了这么多的，毕竟我们两个在这儿也是共患难，好东西嘛，就应该大家分享。我真的不用了，公主。哎呀，没事。来，你吃。我真的不。公主，我不爱吃肉。对不起啊。不舒服啊？有吗？啊，不是，公主，我不吃肉，这鸡你就自己吃吧。你说这大好的肉，应该配一点好酒。唉，只要是有酒就好了。什么？公主，您要喝酒？嗯。啊，那恐怕这个不太好弄。化兽族人由于体质原因不胜酒力，所以。这宫中也没有饮酒的风尚，酒是很难弄到的。不胜酒力？嗯。一杯就倒？是还会酒后吐真言的那种吗？嗯。你是说所有化兽族的人，包括奎木拉？可能，也许是。公主，您想做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哎，吕兄，你说这酒民间能搞得到吧？民间倒是可以，因为这化兽族人虽然不胜酒力，但却十分喜欢饮酒。那这么说，就是又菜瘾又大的那种。公主这措辞倒是挺新鲜啊。